喽，来，吃饭。吃啊，怎么着，不饿呀？那吃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做了这顿餐啊？怎么了？这不全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吗？还是不吃是吧？你到底吃还是不吃？你看都不看一眼吗？你很不尊重我。行行，你不吃是吧？我吃，我吃好吗？卡洛，来吃一点。他在家怎么不这么吃啊？有那么难理解吗？人都爱吃更好吃的东西，更何况狗。你知道我在家给他吃的是什么吗？不管是什么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他就是更爱吃。客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算你30块钱，怎么支付？扫码。下班了。是，所以我也不想要了，因为我没想到你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用流浪猫狗赚黑心钱的人。还有钱我不要了，30块钱算送你的，狗也很健康，你带它回去吧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哼。